我们今天想谈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种族灭绝和部落杀戮之间的问题，主要是想回答很多国内观众热心关注的问题，就是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因为在维基百科罗列了从1539年开始至今，整个美洲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记录，特别是这个维基百科的注解上，大量的出现了国内的一些相关学者的文章、论文、报道和官方报纸的重要指控啊，也拿来使用了。于是这个维基百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立刻就被国内的百科跟知网等很多网站大量使用，似乎代表了官方对这个问题的网络权威认定。是，首先呢，我自己到目前为止并不是美国历史专家啊，我可以说中国史从古到今我都敢堪称我是专家啊，日本史我也敢说我是专家。美国史，尽管我现在是美国公民啊，但是呢，我对美国史一直是在学习和补课。按照我中国的钱家汉学的方法和日本京都考证学派的方法，我用这两种方法啊，认真的研读美国史的史料和重要的史学著作啊，进行补课。一边补课，一边通过我的研究方法加以印证对比啊，所以有生之年，我还能不能成为美国史专家啊？能够毫无自愧地说一声，因为我是美国公民，我有理由了解美国史啊。我还不知道，我还不敢说啊。只是在最近啊，我才听说，我们家在中国庞大的这个刘姓家族里面，居然有一位亲戚啊，是中国著名的美国史专家，也是最早的美国史专家、博士生导师啊。我就不说他是谁了啊，在南开大学啊。所以呢，我只是最近才知道啊，原来他们家跟我们家是远亲关系啊。所谓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啊。我到了美国啊，现在在认真学习美国史的时候，才听家族的朋友告诉我说，某某某啊，南开大学最早的美国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就是咱们家族的人哦。我才听懂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关于这个维基百科，他对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报道，很快的这种注解啊，很快的被国内的新华网、环球网、人民网等各大网站全文转发啊，当然也包括外交部的网站啊，这几乎是一种定性啊，一种国家行为经济啊，或者说是从文宣系统上国家行为对美国的黑历史进行揭露。那么这个黑历史究竟如何？我就根据我所掌握的中文、英文跟日文做了一个原始资料的对比考证研究，所以来做了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换句话说，今天我这期节目又是有所备而来啊，我不是空口无凭的。我倒希望那国内很多指控美国的人，指控美国大量屠杀印第安人的人，应该拿真实可靠的指控证据我们就慢慢道来啊。现在国内外汉语出现的对美国大量屠杀印第安人、搞种族灭绝的这种文章，最典型的一篇文章，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个最典型的这篇文章，它跟事实究竟相差有多远。这个最典型的文章题目叫《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证据》。这篇文章大家可以搜到啊，
它出现在任何网站上，中方的非常重要。这篇文章首先呢，读者从来就没有人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留言，我全部都看了，没有任何一个读者留言想提一个基本问题，什么问题呢？美国开国的时候，印第安人总人口究竟是多少？如果你明白这个问题，你还敢说美国杀了几千万印第安人？你还敢说，客气的说，500万印第安人给杀的只剩25万，你有这个胆量敢这么说吗？美国开国的时候，1775年，印第安人人口大约150万人。其次啊，印第安人在反抗美国统治和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又杀了多少人？没有人问，因为我们习惯的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印第安人反抗美帝暴行加以肯定的，是吧 ？OK， 但是如果是作为正面加以肯定的，那么这个我还想希望看到，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美国是专家，应该给予总结呀，啊，可以大力推广啊。值得纪念呀，对不对？反抗美帝暴政的印第安人取得了多少辉煌战果？你说这个问题，我们想刨根问底儿，寻个数据，不会有错吧？就像我们大家质问抗日战争的时候，究竟中国啊杀害了多少，或者说枪毙了啊，或者说日军多少个日军在中国送命，多少人是死在八路军的枪下？多少人是死在国民党的枪下啊？这种具体的历史事实了解，是加深你对历史印证跟确信的必备基础啊。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告诉我印第安人究竟杀了多少个美国人。同样呢，还没人告诉我印第安人在美国1775年建国的时候，将近300个不同的部落互相残杀，他们自己残杀了多少？这笔数字，这些人能够算到美国政府头上吗？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还有更大一个问题，历届美国政府他对印第安人的民族保护和民族优惠政策从来不被人提起，这又是为什么？还有更大的一个问题，国内认可的美国南北战争啊，国内历史教科书都认可的美国南北战争是反对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这种战争，这是加以肯定的。可是你们为什么不问一问南方奴隶主他最大的雇佣军跟军事力量是什么人呢？印第安人。为什么没有人把这个问题瞪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林肯那个时代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政府曾经短暂的出台了对印第安人的清洗政策的直接来源。换句话说，当印第安人已经成了汪伪政权了，不管是共产党的政权还是国民党的政权，有理由要镇压。如果在这种场合你都是非不分，反而继续的统计说有多少印第安人被美国政府杀戮了，是不是有点太不讲政治了啊？我们党从来都是讲政治的，我们的历史学都是讲政治的，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场合上又不讲政治了呢？难道印第安人大量的部落跟南方奴隶主统一起来对抗美国政府是对的？当美国独立建国的时候，印第安人配合英国殖民地攻打美国民兵，攻打建国的美国，是对的吗？啊，所以什么事都怕，学术界动动脑筋，问几个为什么啊？当然，肯定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旦我们要这么去问为什么，
美国史这门课没法上，简直成了颂扬美国历史的一门课。但是我们搞历史的就要弄虚作假吗？我们不是信誓旦旦的指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吗？谁在篡改历史？想想看，前几天我跟我们的国内的家族朋友谈这个话题，我们有一个朋友啊，家族亲戚，立刻就说难道美国准备你们准备又要像日本右翼一样遗忘历史了吗？篡改历史吗？这是误解谁在这么干？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不光这几十年来这100多年来，究竟谁跟日本一样篡改历史？特别在最近针对美国历史上，不能因为反美，我们就要开始篡改美国的历史所以这是我要特别说明的。官方才不希望我们动脑筋思考问题所以我相信，如果我的这些问题在课堂上一讲，麻烦了我当天晚上就得打铺盖卷离开大学，保证双开或者叫单开吧，咱们不是党员不存在开除党籍的问题，肯定是开除公职所以这个结局不用我说，我都知道因此呢，如果你不动脑筋，官方给你的什么洗脑教育都要接受，什么美帝屠杀了几千万印第安人这个话题大概是一两个月以前，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至今也是好哥们还在跟我这个沟通，就这么质问我说看你美帝政府杀了几千万印第安人，我做任何反驳都可能要被封号要被电话登记记录，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好哥们儿一向就是直言直直来直去，同学嘛，同班同学嘛，是吧？大家都是直来直去的说话，也不用这么客气，有多年老朋友也姓刘我们是当家的好兄弟一样我们说话都是直来直去，所以我理解他他的这种情绪我理解，但是我告诉他，我也这篇文章今天这期节目之前的文案我还特别发他看他没有给我任何答复，我相信会引起他的思考的因为他也是个有脑子肯思考的人，不是那种说接受猪饲料拿过来就吭吭吭就吃的那种人因此国内所指控的说美帝屠杀了几千万印第安人，或者有的人说的很客气，说500万印第安人杀的只剩25万这难道印第安人就像猪一样是吧，等着割韭菜，等着猪圈里边等着美帝的刀一个一个来杀来，是这么样？不是这样，历史事实完全违背但是呢，这种教育网络大肆的轰炸式宣传给14亿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关于美帝的黑历史基本常识，就是所谓的几千万或者500万有两个数据哟，看你信哪个被杀的只剩25万，事实真的如此吗？所以呢，因为这种说的它有个对比效果，你想想看，凶残的日寇南京大屠杀才杀了30万，对吧？美帝这杀印第安人一杀就几千万，也就是说3000万以上吧，就比美帝凶残100倍如果要是50万500万呢又比日寇凶残多少倍所以说刻意的要制造一个美国可恶比日军可恨到几十倍几百倍，达到这么一个宣传效果这里边我公布一个证据请看1703年决定每拨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骨每俘虏一个获奖金48，1720年每张头皮印第安人头皮价格提高到100磅，1744年甚至说拨一个12岁以上的男童获得新磅100磅，拨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骨获50磅。我为什么公布这些年呢？1703 1720 1744，因为美国的建国是1775年，从1703年到1744年，这些剥人皮的
恐怖规定全部来自于西班牙，它跟美国没半毛钱关系，但是在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证据这篇文章里却公然说1814年美国颁布法令规定每上交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奖励50至100美元。我没查到这个法令的英文原件，当时也不存在。而且我特别前面说了1703年到1744年出台的西班牙时期的法律跟美国没半毛钱关系，美国还没建国呢啊！如果有一个老外说中国扬州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跑到扬州屠城十日杀了他妈多少扬州人，大家听了哈哈一笑，都不想反。为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建党，20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4年建国的啊。扬州屠城发生在什么时候 ？OK， 所以大家都对这种傻老外都不想反驳他，滚一边去啊，对不对？同样，我们看这种文章，却把这种西班牙统治者血腥的灭绝印第安人的政策安到美国政府头上，居心何在？他跟美国有半毛钱关系？你们是不是公开的这么中文一写就认为有美国政府真的有这个法令存在，就这么就可以指认美国了，是吧？而且呢，这篇文章全部都是偷换概念、夸大事实、歪曲事实。他把经常把美国等同于美洲啊，这个美洲国家可有十几个呢，当时的很多地盘是属于墨西哥，属于西班牙啊，洪都拉斯啊，我们可以有什么阿根廷啊，加拿大，我们可以不停的来数美，这些全部的印第安人，他不是说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很多杀人行为，他不在今天美国本土范围内，美国当时现在是50个州，当时可是13个州，所以当你如果考察哪一个地方，美国哪一个地方发生了屠杀印第安人，哪一年的时候，你先要审查当地的统治者，他当地这个州是哪年加入的美国领土，是谁在杀，如果是西班牙，是墨西哥，是加拿大，是当时别的国家，你有什么资格把它作为指控美国黑历史的证据，都栽赃陷害到美国政府头上呢？我这么说没有错吧？你比如这篇文章说1811年美国军队啊烧了印第安人什么首府先知镇残酷屠杀，然后1813年到1814年发动被原地啊原住民的克里克战争，这是指的是加州，可是加州是1850年才正式加盟美国的呀，当时发生1811年1814年的这两场大战，这个时候统治者是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您不追责墨西哥政府、西班牙政府，你追责美国政府是何意思？是几个意思？这不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吗？是吧？如果有老外研究中国的、研究中国历史，他非得盯着中国政府问，说你们搞没搞过扬州屠城？搞没搞过花园口炸了黄河大堤？我想中国外交官会哈哈一笑啊，劝你回家玩去啊，好好去给我学学中国历史啊，不要还没小学毕业就出来丢人现眼啊，对不对？如果有人敢这么当众啊，在这种这个答记者会上给个不管是给华春莹了还是耿爽了还是赵立坚同这么一问，我相信他们会笑弯了腰啊，老外爷，您这知识太可怜了。